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灰灰钓水水。今天是礼拜六，在斗南夜市。然后最近好像疫情的关系，我觉得每个礼拜的人数好像都没有，应该说慢慢减少了。哎，希望这波疫情赶快度过，大家一起共体时间，口罩给他戴起来。哎呀，然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好，下个礼拜一跟下下礼拜一都是休息，所以请大家不要误跑到台南去，真的，老板很怕你们不小心跑到台南去。哦，那防疫期间就是大家拜托戴一下口罩，真的越来越严重了。哎呀，现在很多人都有戴了，包括之前没戴的，我看他最近来也都有戴，所以希望大家配合一下，只要你有看到，千万不要再贴纸了，真的为我们台湾着想一下。哎呀，哦，那礼拜一的事再麻烦大家帮我转达给身边的朋友知道。然后现在宅配的话，老板有写一个网页，之前有说四个方式嘛，那个官方 LINE 还有电话还有粉丝团还有一个网页嘛。那其实老板写那个网页是比较专业的，就是它里面有一份多少钱，然后几克，好，然后全部算一算，他会跟你说你的运费是几一箱还是两箱，好，所以说大家尽量可以的话就用那一个去选购。啊，如果你真的不会用手机不会用的话，你再用官方 LINE 跟或者是电话去做订购。哎呀，因为老板想要集结，说愿景是说大家订货都从那一个网页去订，然后有什么问题要临时反映的，再用电话跟官方 LINE。 好，老板的构想是这样子啊，因为那个网页会写的那么专业，也是为了大家的买东西可以更清楚。好，那网页上的东西不代表现场会有，现场有的东西也不代表网页上会有，所以他们是有做区分的。哦，就是说你上面收台北上面物件啦，有那个适合度的那个方式啊。哎呀，所以说你们如果在网页上没有看到现场的东西，就是网页没有在就是宅配没有在卖那一样东西。哎呀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好啊，之后也会再宣传啊，请大家跟周边的朋友说一下。好，如果长辈不会的话再跟他讲一下。 OK， 那我们先进去了。你们讲门口房门背房沙发上面讲算你三百块，我可以做开场沙发吗？算你沙发的，你们讲算你开沙发的三百块的沙发的沙发的，我讲你搞买沙发，我买了这双风扇，你好无？三个人坐买出来，给咱先。哎，这深圳的车车真正够好起来吼，哎，贵得爆爆无？沙发的三百块，再给我拎啦，再给我拎啦，给个等。来沙发上面坐三百块，来沙发看要坐鳕鱼的沙发吼，三百块的啊，拢有无半个要坐吼？我只有两个人坐买出来啊，两个拼钱，我是无一开始就咧拼啊。来，一份也无三斤免钱啊，中气啊，好无？沙发包栋，来咯，客官包过，最后一个上面沙发无，我妈安尼卖哦，你相信我？三个人过来就无通安尼卖哦，系啊，哦，我介意物件客家就是要处理的，留下一个我讲讲咧。来，留下有客钱的收了下，来收走。来，这雕刻花枝、雕刻油，这种的叉叉就做好起来，叉叉就做好起来哈。啊，是讲你要煮泡面，像阮美女讲，伊用泡面嘛做好起来，这人工钱的这种人家来讲的。阿庆姐，阿庆姐。各用一挂虾仔入去吼，啊！你要炒要啥拢会动吼，这规包内底无第二样物件，干来一包肉尔，规包内底拢肉，安尼有水咯。规包装起就一千九、八百、五百，变紧了啊，两百了，两百块包过来了。来，两包上面写，雕刻花枝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炒一条就好吃了，两百块了。来，阿明，来两包，来，老祖国买两包了，来两包，搁摕个人去吼。啊，这边可以炒菜无？两包了，拢有啊吼，来阿伟手去。鸡巴公哦，鸡巴公鸡啊，鸡腿在底下。那是鸡腿公，不是鸡巴公哦，是鸡腿公。那手头上面起来紧。阿姨好食无？好，好吃哦。没啦，咱的产品拢真正做好些啦，别个别个恁讲啊。这用鸡腿在做，这若歹食，你阁有啥物人食？几只鸡啊上价值，敢无一只鸡，迄只鸡腿尔，对无？来，想要食鸡腿，讲个当个正常个就好啊，安尼真正个就好啊，安尼饲个饲个真个就好啊。来，这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唔免三百，唔免二百五、两百，啥物事啊？你买两百，这三条阁送你，真正做好食，两百块。来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安尼两百块尔吼，这免阁考虑啊。
这没得考虑啊，200块啊，200块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交收啊好条。来，二四来六来八来十，200了，200块。来二来二来四来六来八来十，200块了。来小小家庭生活啊，100了，试吃看嘛，100块，真正好吃啊，100块。唔好买过，你买100块，紧试吃看嘛。来。100遐搁一个，当然看迄边说。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，来90，今早一箱了对吧？100搁要食也无收啊，有啊、哦，谢谢。200，你咪讲死个？对啊，唔对啊。500的。迄内底拢是啊，我来减少个嘛。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90来，拢有啊，有我就收啊。分车尔吼，拢有啊吼，来谢谢，感谢你收起。来，现在搁想要吃啥？恁店好看啦，即马无啥人诶，我自己落去。规只鸡啊，遐啊，迄即马停产啦，停产啦，迄无卖啊，停产啦。鱼带了来500了，500块，后尾食鱼拢500了，一条只要爱3号餐厅食较爽，两条就700、800、600，免500了，500块了，后尾食鱼拢开500了，500块。500块了，500块，500了，500块，来这个500，这个送你500，这个下你500，这个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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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，这个嘛我爱买啊，这拢来啊，三个加起开500了，包括来500，搁有一只鱼龙个500块，500块，拢有啊哈，谢谢，感谢恁来，搁有想要点啥个无？啊？白的客家，后边金客家，无分来推牌啊，唔免搁分啊，系啊，推牌啊。啊！这腿白啊，这我阿姊啊吼，买几百架的，阿姊有影无？有啊。你当嘛是拢安怎煮个咧？那我煎的面啦。煎的就做好吃的吼。对啊。这嘛是鸡腿白啊，吼，做来辛苦啊。对对对，食个鸡腿面咧。300，开200了。他叫你听着啊。这三块面，200，四块面200，五块面200，六块面200，七块面200，还剩几钱啊？这三块个包，总共12鸡腿，我拿多少鸡块？好，一个，多么一箱了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来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200了。好，四个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可以找工过做，找工过做，嘿，找工你也无人包了，找工过做。四、五、六、来七、八、来九、十、200了，好，200块，来无啊，没有了，谢谢，感谢。你有欠无？你几个？来，两包，一袋、两袋、三袋，来四袋哦，你来五袋哦，你六袋哦，你七袋哦，七袋哦，你八袋、九袋、十袋两包。对，我甲你麻烦者，你若来哦，迄口罩爱去戴者哦。即马政府讲有规定，讲也无讲罚钱，你爱口罩爱戴者哦。七哦，戴到十哦。真的，真的要罚钱。诶，你若来爱戴，迄口罩爱去戴哦。三、四、五、来六、七、来八、九、十两包。大家记得来，一定要戴口罩，不要被罚钱。这个不耶。金融沙士五六，说我有预感，政府会决定要戴要罚钱。好，这跟当初的那个戴安全帽的意思。够冇啦，够十，两百了。来，来个姐，来我来讲，你吃袂了人客吼，来100了啊，100块，够人唔好八月要试吃100了。来收掉，我收掉。来，来个要吃啥？你要个吃啥？白虾啊，白我讲好啊。来收掉哈，收起来。来收掉哈，来。来，这白虾是要偌济？一公斤的吼，来一公斤的，一公斤的吼，遮水啊吼，这个物件真正无出现咯。你甲看这冷冻的鲜度遮水，只要一公斤菜，这小卖一台斤来300几块，唔免吼，规个装起冰个冷冻 ，Q 甲鲜安尼尔，无啥物介绍的。我比白醋华沙比三温的是甲你调水300了，300块，偌济块300，大哥个，300了，来水滚沙沙就好啊吼。来300块，要食白的哦，最好两个300上面写。来包过来300了，拢拢许啦，第一边恁免过来，后尾也过来，来卡路卡做艰苦的。300搁坐咧上面写，你伫这边就好啊，系啊。来300搁坐咧上面写，300块再一个客人来收掉。来谢谢，来个要食啥？你有希望要食啥无？鸡块放着。来鸡块要食200了，我无200块了。来，卖我你加上这200了。来200块了。来吼，卖卖几包了吼，哎呀，小家庭的拢买了，要一包你加一些了。来200了，搁摕一个台啊啦，这我好一斤就百二啊啦吼，来。百二加百二就240啊嘛吼，唔免几啊四几啊几啦，唔免200块，才卖200足俗个啊。哦，这里卖你200块就很便宜了啦，我再卖卖个上联哦，还要200块了哇。
哦，你客人豆豆仔煎豆豆仔钱啊，气炸锅全部会当，这方便好食佫俗啊。来200块装起来，200块有人要食哦，200块。200够要食鸡块，200了，200块，200块，睇下佫摕一个起来，200够要啊，200块，拢有啊吼。来谢谢，你冇买过，你要来啊？我都买过，我上次甲你买过啊。哦，来谢谢。哦，你要啥？你甲我讲，来食袂了，100了，100块。等下，唔好买过，你开100好无？卖拢无买100块了，100块，都有几块？来这里等啊。好冷啊！好，结束了哈。来鸡块就一包起。哦，来一包。一包啊，一包一包，一包一包可以了，来都可以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好啦，为了这个经验哈，结束了，来，咸鸡包可以了，让各位咸鸡包。来，比如说，来上面吃咸鸡包，免一千，免800，免500，差酸啊上好吃。好，用烘的搁啊再300了，300块了，300了，这条搁送你300，这条搁请你，这条搁来，伊拢搁搞你啊，安尼总计300了。来沙发，搁要吃哦，一条沙发，两条沙发，三条哩，来四条沙发，搁要吃哦，300块。咸猪肉沙发了，拢有啊，唔好买过4条，看卖150了，150，没有买到试试看看，150了，150块了，150，150，谢谢，收起啊。来，搁来要吃啥？恁讲我话。蟹肉棒。蟹肉棒几块？来，上面吃蟹肉棒啊。这基本料理啊，一百二啊，搁200，安尼500。两包就是1800，500变300了，700个上你，700个来，安尼300块了，来300块，300块要吃哦，300块，300了，血管肉血会放300块了，300了，300块了，拢有啊，100块了，唔好买过100块，我试吃看嘛，150，唔好过，唔好买100块了，150，全世界剩2个100块，上面吃150，150块有啊。